Hello， 各位频道的朋友们，大家好啊！各位早安啊！早，OK， 早啊！难得这一次马来西亚进了这个 CMCO 的阶段，所以我们就今天决定要去怡保的 UTC 做一个街拍。我们现在会先去吃个东西先，吃完了东西过后，我们就会去 UTC 了。上次因为我觉得并没有拍到很多我想要的照片呢，所以这一次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去拍多一点照片，看看怎样。希望呢可以拍到一些很不错的照片呢。如果你对街拍也是有兴趣的话，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因为我们是偶尔也是会上传一些街拍的视频的，虽然是有一点点佛系啦。OK， so 暂时我们现在还在路上，过一阵子我们就去找吃饭的地方先，吃好东西我们就直接过去 UTC 了的啦。OK， so 话就不多讲了啦，敬请期待啦。要买我的份哦，份哦，一碗一碗啊。啊。一个两碗啊，很少。哦，多少里？奶奶那边了。介绍一下，盖世河环。盖世河环啊，你怡保就系食盖世河环。听说是很不错的盖世河环，这个人坚持要吃的，所以对，好了，吃哦，快点哦。来来，有咩感受？有什么感受？哎，喂，白到。咩感觉？汤有点少，然后很有味道，吃是很好吃，对，真的是不错。因为它的汤有很重那个虾的味道。哦 ，OK， 有点像是用虾头煮的。虾头煮啊，然后很有味道，真的是 OK。哦，然后吃多了头就晕了那种。不会，我觉得每天吃多就晕了。我才每天吃不能很重口味的。哦 ，OK 啊，推荐可以来试试。OK。吃了这么久，终于没有地雷了。感觉怎样啊？啱你的口味吗？还有一档更梗的，要带你去吃，不好吃。OK 啊，我觉得可以啦。暂时可能是我吃过，暂时是最好吃的。我还有一档更梗的，比这个梗一点。等一下如果我去吃不好吃，不会。你吃了这个，你有没有什么感想 ？OK 啦，是不错了哈，是不错啦，是不是用虾头煮了？应该系啦，看下有没有试啊，好了，这样我们就不拍什么闲聊了，我们现在要先送起来，等一下我们现场见。喂 ，OK， 转眼间呢就到了我们停车的地方。其实现在我们就要沿着这边一路走过去，去到 UTC 那边拍啦，所以你们可以。这是我们的秘密的大定地方。秘密的大定地方，是你可以看一下这边。OK， 对。其实今天我应该是会用那种 POV 的方式去拍啦，就是说我会把我的运动相机挂在这里，哦，所以你们可以第一视角看到我所拍的东西哦。然后我的 setup 呢是我的 Canon 机跟这个35.1.8的镜头，听说这用街拍很好用啊，但是我没有真正用过它来街拍，所以有吗？也是有，但是。没有真正用它来出来街拍过，敢真正去体验它，所以今天就是要来完整的来体验它一下。OK， 所以今天我会用这颗镜头来做 overall 所有的街拍的东西啦。用啊，35.1.8 RF 猫。然后运动相机的部分呢，为了安全起见，我就准备了两颗电池啦。都也是一样会放在我 bed 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Go， 这边已经开始有一点味道，咖喱味。
比较舒服。没有了，不然的话晒到死，讲。嗨，我哋系影街咁样嘅。街拍的时候呢，我觉得不要去害怕说介绍自己是街拍摄影师。基本上呢，民众们都是比较友善的，所以我觉得可以跟他们好好的聊一聊，或许还会有一些不同的体验。这个是喝白咖啡。呢啲啊，幾千咯，十幾千都係啊，十呢個十零咯，係啊，呢個平呢個，係啊，隨街影啫 ，OK。黃曬咧，太曬咯。其實啊，我覺得他們老一輩啊，覺得越大家越專業。好像是哦。是哦。那时候我们记得经过是吧？不知道哎，我很久没有那个了哦。很美嘞，这只猫。啊？Place.
that I've dreamed of. I hear the sound. Wow, hi. Hari itu saya lalu ada nampak satu kepala. Kepala. Oh, sudah lama lah. Bro, boleh saya ambil you satu gambar? Saya street photographer. Okay. Ah, atau? Okay. Ah, oh, masih pakai. Okay. Oh. You mau saya send kasih you lah. Lepas tu, oh, okay. Kita simpan nombor. Okay. Sekejap ah. Okay. Ya, boleh boleh. You ah ya ya. Hey, good good good. Okay, what? Okay, one two three. Okay, lagi satu. One two three. Hey, best.少，那时候我们来的时候更多人，那一轮挤多人了，要冲墙了，对，是啊，我再看一下，什么都听懂了，什么都分 camera， 我带你去那边啊，专门看分的，可不应该不能拍的是。对对，后面有那个。他刚才是跟我讲事实了。哦。其实真的很难拍嘞，讲真的。真的是很难拍。拍完了第一段的街拍呢，我们就去了这个一峰的楼下，去喝这个很有名的鸠排训。其实我以前在这里工作，所以会非常想念这个地方。每次回来呢，我都会过来这里。非常幸运的呢，我们遇到了一个热情的老板，向我们不断的介绍这间店的历史。这是一家蛮有名的一个蛋挞店，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来到怡保的话，可以来这里看看。当然，我也没有忘记让他给我拍一张照片，留个纪念。Okay, 我们现在来试吃刚刚那个安哥讲的百年老店，百年老店到底、哦？他讲百年呐、啊，所以
但是好像快有名的，看一下这个他的联系方式 OK，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这边买，因为他讲是怡宝是快有名的一个蛋挞来的，但是我们今天去的时候呢普通的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是买，对，太慢了，所以我们是买叉烧的啦，然后我也买了一些给我的家人哦。So， 来我们来 close up 看一下这个，哦，delicious 嘛，看起来好像真的很好吃哎，所以我觉得很香哦，好像，蛮香的，嗯，我要咬咯，怎么你才油，不想听其他，OK， 要咬咯。嗯，没感觉，我掉了。我没办法讲感觉，因为我咬到皮吧。它皮呢？不是那种脆的，它咬下去是脆的，嗯，但是它是有点黏黏这样的。它不是那种很脆的感觉， 它是那种有点黏黏，就是你咬了用你的舌头按下去，它就好像会黏在一起的感觉，暂时我讲不到口感了，我现在吃多一口，看一下这个内馅，很夸张，看不到耶，转过来这样子比较好看，嗯，我觉得怡宝人很喜欢吃沙果哦。嗯，怡宝人很喜欢。里面有沙果，然后有叉烧，有沙烧，然后还有好像是花生哎。花生啊？嗯，花生。它的料呢是蛮有味道的，其实，但是花生也是蛮多的嘞。嗯。对，好吃耶，好吃啊，好吃，真的好吃，他的蛋挞更好吃，我跟你讲，你不要再讲了，他的重头戏卖完了，那个真的可以来买一下，我觉得真的很好吃， OK， 我再买几粒，我再买五粒嘛，五粒也才9块而已，嗯，然后刚你们有看到吗，就是有他有登报纸那些啊，百年，就是他真的是蛮有历史的，这家店推荐大家去，嗯，赞，他今天讲说他要带我去吃一个是很好吃的东西，包啊，是叉烧包啊，叉烧包、腩鱼包还有很多啦。腩鱼是什么呢？腩鱼是要怎么讲的？你不懂讲就算了啦。总之你吃了就知道是什么了。在哪里？在那个叫什么地方？哎，那个不要想这样久啊。啊？八站。在巴掌啦，巴掌，所以我们现在就去，我们正在塞车，有一点塞车的感觉，是哦，可是不知道啦，要吃了先才知道啦，嗯，哦，你讲好吃应该有可能好吃耶，好吃啦，好吃耶耶，对啊，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还是期待一下啦，等一下再跟你们 share， 对，哎，明明不是一个节拍的 video 吗？然后就变成去吃。节目吗？今天好像吃了。因为怡宝太久没有来了，真的是太久没有来，然后真的很想去找一点吃的东西，所以对，今天就刚好有时间，我们就尽量去多一点点地方了，一样东西吃一点，一样东西吃一点，跟大家分享。OK， 好，我们这就等一下就一转眼到了的啦。OK， 因为我买我家人的。啊，走。六粒叉烧，两个叉烧，六个叉烧，三粒装可以吗？吓，三粒装可以冇？都 OK 啊，腩鱼我都系六粒哦，好一样六粒啦，下一样系三粒装啦吓，叉烧包咧就吃多了啦，我就试下腩乳。腩鱼是吗？是这样讲吗？刚好，这种呢就是长形的呢，他讲长形的就是腩乳腩鱼，然后有一个有点花形这样子的呢，那个是叉烧包。我先吃一个腩鱼先。其实我可以看到哦，它这个包哦是现在还很烫，
对，现在很烫，然后它很软才好吃，超级软。So 我们当然是要简单粗暴一点的，随便扒干净它。然后我们看一下里面是长什么样子的，我摸到一搞硬硬的哎，肉啊那个。哎，这比普通包好吃很多，好吃很多。我没有，哎，大家低估哟。我早知道该十二粒全部买这个。喂，叉烧也 OK 的。你看哦，嗯，它里面的酱是这样黏黏的哦。哎呀，哎呀，然后它的皮哦，其实没有很厚哎，很薄不了，讲真的。是啊，这个才刺激啊！你看这个，这个。哎，这是整块肉哎，我跟你讲，你说它两块多 OK 啦，两块半，肉这样多，小比目哎，现在小很纤小哦。哇，这是爆浆哎，好嘢嚟嘅，我冇呃你嘅。哎，好吃哎，好吃啊，奖棒，奖棒冇，奖棒咪奖咯，有点想买多的一点，啊，算了，不要了。哎呀，以后啦，以后还会来的啊。嗯，可是好。要讲那个是它有肥肉三层外的那个，有肥肉不用顶，它的肉啊，全部你自己看，软软三层这样，它纹理很清晰呀，然后很有嚼劲的，就是很新鲜的，很新鲜的那个猪肉的感觉，好嘢嚟嘅，喂，咩牌？要知道店名的话，看我们的 video 就知道了。我前面那边有时候你们要的话就去那边找 ，OK？ 非常好吃，可以推荐，值得推荐。下一个地点，OK， 来，拜拜。下一个地点呢，我们还是粥的粥啊，粥啊，去哪里？哪里啊？布星咯，布星叫什么？华语叫什么？布仙，布仙啊，布仙，不错啊，那个粥。所以下一个目的地我们去布星。我们等一下见 ，OK？ 我们今天是摄影哎，还是吃东西？都有。哇，好帅好帅！这是大姐，来一点哦。我大姐，这多少钱？我。猪杂，对呀，你敢跑？敢不？敢了。但是它烤起来它没有重口味的啊。如果它煮的时候是比较感觉不到米了的感觉，就是煮到很烂的。啊，都是这样的吗？都？什么东西啊？硬硬这样的？哎，炸的那个什么？有点熟悉耶，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你是哪一个？我不懂。这片真的蛮不错。对啊，它算是比较密、比较细一点点的。这真的你拿一根水草都可以吸得到的。嗯哼。疗愈完了。所以我喜欢它有那个很多那个葱。嗯。然后其他的是猪杂的部分呢，我觉得不错。哎，是猪油吗？炸的那个是，又像猪油又像猪皮是吗？猪的那个什么？猪肠啊，猪肚啊，那个肠，那个肚啊，猪肚，不猪肚，那个肠啊。猪肠啊，那猪肠用炸的、啊？嗯。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样子，因为平时我们猪肠都是直接丢进去煮了嘛。啊、炸去然后嘛。嗯，非常好吃。OK， 不错，就算是比较清淡点，没有到很重口味啊。对吗？很快啊！然后等一下，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啦。然后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如果你们想看更多的话呢，一定要给我知道，然后我们就会有动力拍更多的。
影片。OK， 拜拜。Searching isn't